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讲教室齁，进来你看 Tang S， 我们今天寄了两个东西来，上次有说嘛，这台车竟然没有倒车雷达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买了倒车雷达。这个有颜色可以挑，一般都是这几色，黑的、银的、白的。还有另外一盒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就是什么盲点哦，这个就没装过了，我们就要这个比较挑战性。不知道行不行装啊？挑战就是不管行不行，就是要挑战哦，才叫挑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强者创造机会，弱者是等待机会。是，今天这么正能量。对啊，冲啊，该拼啊！哎、啊欸，这个算电系吧？哎、欸。不算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是升级了，这个车很简单，没有过多的板件。我们会装到保险杆上面嘛，后灯在这边。我刚刚看一下，倒车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倒车灯。记得等下拔线的话拔这一颗，不要拆错，拆在那边就没有用了。所以等下就拆这一组，只有一颗而已。所以主电源要从这边来啊。你看，弄康康，它没有内饰板，它没有内饰板，它只有天棚，天棚嘛，这边都没有动啊。你看这样而已，没有动啊，不可能转动啊，真的，或者是从这边出来啊。讲到这么好啊啦，直接动手了啦。你倒车雷达是感觉是要下保杆？正常来讲不用下啊，空间够是不用。它就很简单，一边细掉的哈，我要被细掉。一边细掉的是，一般来讲车子就是假设这个保险杆装好了四颗嘛，嗯，对，一二三四，它装在主机就有细条线一二三四，啊，再来就是一条电源，电源插下去，一个正极一个负极，正极就接倒车，插倒车它就有电来，它就会滴滴滴滴滴侦测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一条。一头啊插在这个控制盒，这个线可能就会从这样类似这样，或从这边跑出来，就一节会裸空裸出来，那、啊、跑到前面去。然后这个要一直去前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要跑到前面去啊。这两个就是接收器，盲点的接收器，就这样，啊锁起来，啊这个要锁在保险杆里面，它就是这样弹出来。假设这个是车底就锁这样，把保险杆装起来，它是这样打过来的。啊这一样，涡轮。不是涡轮啊，那是也是一个警报啊。你如果打方向灯，它会提醒你滴滴。这个要粘在，一般通常就是看，要么就是放着，或者是这样。看你放在 A 柱的是平面还是放着就可以，它只要灯闪看得到的地方就好了，装上去就对了啦。好，这样就起来了，等下就接一条那个倒车的啊。啊，倒车是哪一个？你猜啊，我们先不看好了。你看，黑色不能拆，红色不能拆，只剩下粉红、蓝色、绿色。啊，白色。白色的负极啊，我们大概要抓一下，就是比如说看里面有没有镍铁，如果镍铁的话，哈，镍铁太接近，撞上去，肚子有来电来踢压力的倒尾雷，抓好距离，假设这边挖一个洞，这边一个洞，这边一个洞，直接穿进去，大家多余的线把它放进去，啊，到时候把它砍进去就好了。你要是你抠掉，对，哎，哎，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开这台车。好了，不管了。拆就对了啦。货车有动过这些东西，会不会扣钱？保杆是没关系啊，就好像你把灯泡烧掉，拆灯泡就不算了。哈哈。OK， 这算哪梯的嘛？不是的，这后尾板的。这是穿开的啊，砍落去的碰着啊，安尼啊，有没有？等一下把四条的线把它弄在这边，从这边上去。哦，哇。锁了一下，好，来，大家盖了后，主机可能要放里面，因为会潮湿嘛，主机要放里面，对啊，从这边进去。哦，起来了，你主机可以粘嘛，等下粘在是叶子板啊。如果你要放那个测距离的，可能从这边出来再过去。这要说呢，就是这个要固定在这边，这个是要平行，就跟车身平行。不能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哦，不能这样，这个可以拉扛。那扛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是转得下去啊。欸、这是有比的，这个没有穿轨的，你也惊哦？没有，我就惊。这就是吼，铁电针来直接钻下去，它的公分都固定的。假设好，我们公分的一公分，那个洞就一公分啊，这两公分那是两公分啊，只要距离算好就好了。我先抓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怎么觉得不太对啦？差那么多，两颗，哎，两颗，差那么多。等下就抓这个线上来，看几公分。我把这个线延长，对这一条，对啊，大概抓一下，我先钻一个洞，看一下，帅吧？
它这个很简单哦，你看，我记得有方向性的，有没有？这边上，所以是上的地方要朝上。对，它就是靠这个嘛。哎，对对对，靠这个卡住的。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怎么讲？它干枯，它跳板吧，我叫你那边跳板嘛，买在用，因为我们要装那个关机盲点，不用拆，顺便就拆。你怎么知道它有过电？我现在打八股了、啊，正的。对啊，就这条啊，所以是绿色啊，所以我测的没错，绿色。啊，手刹车一定要拉，不能放哦，那危险啊！可是要靠在红火。我现在哈，我想把主机连在这里就好了。啊，四条线要拉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就过来了。等一下我们要接我刚我讲的白的白黑这个是副级啊，白黑副级啊，绿色就是倒车，把它架上去就好了。把它撕开，那是连在一起而已啊，撕开就变两条，一分为二，好啊，这个你会接的吧？我会啊，但是会接的很久，如果不介意，我接20分钟的。我这个想让你讲平安啊，这里就是要接了，这个阿内，这个阿内，接按，啊，负极接负极啊，开啦，有看到？一定要拨开哦，绕一圈。绕一圈，我是这样绕一圈，哇，两圈它开始转，哎，你一圈转了拉，就接开了，绕两圈其实它接触面也比较大。好，枪垫都来了，我们要从这一头一直放回去，啊，这等一下都先不装，等一下还有那个盲点要弄。对。哇，这样就过来了，再往后跑，往后跑。好了，差不多过来了。唯一的缺点加这里可能就会跑出一小节这样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对。竖起来，只要它不要掉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要现在弄，啊，你不是要装盲点？啊，装盲点啊！你忘记了吗？还是你不想装？今天在这里就结束了，下集再来。下一集啊，不是这样啊。好了，我去试，来喽。好了，换下一个。反正就先接就对了。先接接看嘛。拿电棒来，来就来，我惊你嘞。我们终于会用了啦，两颗都会亮的，两颗都亮了，有没有？是吧？就是你打方向灯的时候，就是它在亮灯的时候，你看亮灯，它就会滴滴滴，就提醒你说，哎，旁边有车不能过哦。黄色就是右，黄色就是这一颗，这一颗就是右，这颗是对，这颗是右，对，白色是左。我就已经那块就过来了，你看，离地面0.5到90公分，刚好50超过了，这个就要锁在上面。你看啊、哦，那个亮了，有没有？这里好了啦，这里比较平。所以你记得，白色是左边还是右边哦？白色是左。这一条要拉到前面去。这样就过来了。这一条就是要到前面去，它在一对二。白的左边。白的左边，黄的右边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哦，这个就是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接方向灯。
两颗螺丝而已。对，我这样子比较简单的啦。换进黄色对不对？黄色塞过来，蓝色，蓝色塞哪一条？这条过来，单独一条的，就是单独一条的，对啊，方向灯最粗，用油太长。不一样哎，到红线吗？他没有红线。我跟你赌蓝色的，他最初对吧？蓝色的啊，装这个啊，要那个记忆要好。先提醒，记忆要好。对，像我两个，你记左边什么颜色，我右边什么颜色就好，用一次记两个。干两个老灰啊，记得起来。保险是在哪里？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面。这个是永久，这个 ACC。然后现在要接线，啊，黄色是接永久啊。OK。哎呀，还有一个负极还没接，这个是接地了，等一下就接这一颗就好了。如果你接的话，是假设这一个是有个螺丝扯到这里没有用，塑胶的不会过电，啊，一定要接到地的。那它如果有铁扣呢？铁要搭到了，假设这边锁塑胶，这边塑胶，你其实中间的铁没有用。没用。好，来，切到黄金，切到这边。哦，耶，左边有啊。对不起啊，那一把哈。等一下，他把线都藏在里面而已。啊，这一条啊，没有，这一条就是要从那边再流过来，啊，插在这里。等一下这边再收尾，换你那边走。这边会比较好接，因为这边只有一条。它这个线啊，其实都留得蛮长的了。过来了，住起来，靠北大鬼哈。这个头就是从那边拉回来，所以好，往这边。发明束带的人真的是，是不是天才？束带万岁！有，帅，盲点的在叫。右边的盲点，左边有叫吗？有有哇！好，大家都可以试车了。这不是我、哦。有没有看到线？看不到的啦。下面也没有线。努力了一个下午了，后面有一台拖拉机来。五五哦，有亮啊、哦，有亮啊。五，它不会低啊。没有，我没打方向灯啊。你看它有车，有没有这样？哇，成功了啦！放心啦，我的感觉就是，你如果自己在加装的，跟原厂设定的其实还是有落差，灵敏度对差还是有差。我觉得这个装起来大概顶多到原厂七到八成，算很厉害的。可是它原厂没有。他原厂是没有了，所以我现在是超越原厂的。你现在是超越它七到八成。啊，有了，摩托车刚过，哦、这边 有摩托车哦，有没有打方灯看会不会叫？会，好像成功了，成功了啦，成功了啦，有个天暗嘛。好啊，现在测试倒车雷达有没有用？一颗拳头，两颗拳头，三颗。降多少？
差不多吧，30公分，剩大一尺啊，一尺的30公分啊，对不对？乡民的长度，我是走不过去了。其实我不用看那个，我们听声音就可以了啦。哦，第一，哦，第一我们就停了啦。嗯，有些车子左边比较近，或右边，因为我们四颗，有可能一颗比较近就低的，我们就是要停了。现在低了嘛，下来看，跟刚刚是不是一样？有没有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低了，你车位很小，你可以再退个10公分或者15公分都可以，转弯就出去了。哎，人家也是四颗啊，他是四颗，不能撞到这个。是可以，可是这个铁的、啊，铁的就会感应到。可是我对，不是说感应到了，铁件我们就不要去破坏、哦，我们是都完全没有破坏的，所以我们只有保杆，保杆你就装四颗 ，yes。决定了，大概一半就好了哈，抓中间就好了，一半嘛哈，哦，耶、yeah, ，处理后啊，处理后啊，终于用好了。今天刚好买了这两个东西嘛，一个是雷达，一个是盲点，想说盲点可能挑战性比较大，真的没装过、啊，没想到也是被我弄好了。可是遇到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说明书跟实体好像有一点差别，反正我们就是也算蛮聪明的，我们先拿电霸先测试，反正就是方向灯接左右接好。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蛮不困嘛。对啊，反正就是不管了，就处理下去，就开始走线了。线走一走，拉一拉就好了。再来，我不晓得怎么样，反正很简单，小四会测试，有问题他就会讲了。我们装1、2、3、4，一般来讲中间不太会装了，中间如果有影像，装这倒车影像应该就好了。好了，教大家装一下，分享一下我们装的心得，这样。这算是全台首台有倒车雷达单位子哦。欸、他是全系列都没有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忘记问那个高阶的有没有。好了，我们是低版的手台好了，低版的手台啊，对，首发自己加装的，还有盲点，还有四颗的，四颗的不是两颗，四颗的，对啊，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，耶、yeah ！好，如果有跟我说，对，耶、yeah 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an。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来到这久啊，要切点毛？嗯，这假的啦，真的。啊，这是要收多少钱啊？到这久是要收钱啊？